美国国防部长埃珀19日表示，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出的约1000名美军士兵将部署至伊拉克西部地区，执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任务。埃斯珀表示，该撤离计划将持续数周，这些美军部署至伊拉克后主要承担两个任务，协助伊拉克防御和打击伊斯兰国。埃珀已于伊斯在伊拉克约有5000内的残次武装。美国白宫6日表示，北部展开军事行动不支持、不参与，美军会撤出相关区域。埃斯13日曾表示，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让约1000名美军士兵撤出叙北部地区，